Hello， 我是小新，今天来做一个好看又有趣的糖果连体盲盒，和好朋友一起来做一个吧。准备一个长方形纸，沿长边向上折一点，然后对折。我准备做四个糖果盲盒，所以我要把它进行四等分。在边上和中间的折痕上都涂上胶。放上小礼物，粘上。这个边处我们剪上小锯齿，中间的对折，然后剪上锯齿，注意不要剪断了。完成啦！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关注、评论，拜拜。